二，大象鼻子转，大象圈五次。好，三，准确的念出绕口令，准确的绕口令了。费家有面粉红墙，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红凤凰看黄凤凰，黄凤凰看红凤凰，粉凤凰飞凤凰，粉红凤凰花凤凰，全部仿佛佛活凤凰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四，请用面前的纯棉科技派金号毫巾向量杯中引出五十毫升的水。五十啊，五十。停，五十。五，请原地十下俯卧撑。好，停。六，用嘴巴写出自己的名字。写结束，完成了。恭喜你挑战成功。请大声朗读注意事项第三条。你可以忽略上述列表的所有任务，只要在这里签上名字，则视为整项挑战完成。搞事是不是？以后记得仔细审题哦。你已完成全部测试内容，请前往等候间等待结果。哎，这样捉弄人是吧？我就不相信其他人能完成这个。再见。在听到低声后，完成清单上的任务。低声，这是什么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干嘛呀？开始，快念念。哇塞，为自己打一个领带。哎，太棒了，我有领带了。哇塞，大象鼻子转五圈，转五圈。大象鼻子是什么？我没有大象鼻子，不用转五圈，谢谢。准确的念出绕口令。绕口令：费家有面粉红墙，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。